黑刀烙印，在阴谋之夜，某个人物偷走了死亡卢恩，将死亡卢恩的力量注入刺客们的刀，然后就杀死了第一个死亡的半神葛德温吧，应该是这样。原来我们要找的狼在这里啊，我们的狼哥在这里，这边还可以上去耶，哥，有意思。哇塞！这边站着一个家伙呢。哦，时间钥匙。哎呀，好可怕！哇，我们是一样的头盔啊，我们是一样的面具啊。可是你怎么比较帅，哥？啊 ，apologies, mate. I can see bloody Nokron right above me, but I'm absolutely. 诺克隆恩。就是。All the gateways, to no avail. Perhaps it's time to ask. And recall that spike. Let's give him a squeeze. 所以我现在要回去找法师。诺克吗 ？Besides, leave this place to me. If either of us learns anything. 诺克隆恩就是拉尼要去的地方吧？他想要找到那个城里面的宝藏，应该是。这里有个传送，还没走过。传送到楼上了，哎，原本这里是到不了的。哎呀，这什么？乙酸石，不要吓人呢，不要吓人呢。龙人士兵。帅，他嘴巴是一个龙哎，哎，一击，哇，撑不过他一招哎，修脚脚。反应很慢，反应是真的慢。哇！打头，太痛了。等一下，我要捡我的魂，我的魂，完了，六千，我的六千魂。哎，他怎样？他把他的手抽出来的那个波，把我打死了。厉害吧？这招卡屁股神招，我只待在你屁股。再见。龙脊，大概跟黄金脊啊、比黄金脊烂一点，也算差不多，差不多的。拿这里的怪练练手吧。
其实不痛哎、欸。应该说这里的怪也不弱啦，这样讲。有，哇！锻造15，转，车队要找这个老头来套情报了。关于诺克隆恩。The task was left to you and the mongrel, was it not? Not only are you in... Well, now's as good a time. There's a glintstone sorcerer by the name of Selin in Lingrave. Selin. She owes me for that. I ask. I'll write you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啊，瑟琳不是被关着吗？我的瑟琳已经被关起来了。我在错击半岛看到我的瑟琳已经被关起来了。驿站街，我查到说在驿站街遗迹的地下室。这里哦，前无强敌，但是前有集团，这就是驿站街的地下墓地吧？发狂南瓜头，啊哎哎呀，痛痛痛！哇，头好硬！忘记了，他头很硬，要打到身体啊！我的瑟琳老师还在吗？还在欸，可是我已经先看过他在错气半岛了。Tarnished, are we? I am Selin, the sorcerer.没有别的选项。Really? Not every day, I mean... 好啦，先拜师了啦。Very well, but I refuse to coddle. Anticipate. 拿出介绍信了，拿出介绍信了，不讲废话。Celebus is not a name I ever wanted to hear. 讨人厌的名字。But fine. 没有人喜欢他。If it will help you, 塞尔维斯。The stars alter the fate of the Cardian royal family.And the fate of your mistress ran but long ago. 拉塔恩将军，击碎星星流转的定律。Now here's the force that repulses the. 封印，星星的封印。General Radahn were to die, and so too would Rani's. 所以拉尼需要我们去打败拉塔恩，就这样吗？狼哥，有线索了。What news? So Rani's fate is kept in stasis by Starsgurge. Tha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ere's a festival being held at the castle. 东方盖利德有座城举办祭典。历来最强的半神。Maybe it's just a coincidence, but I think it's worth investing. 那是我去还是你去？ I'll be on my way to this festival. 是你去吧。You're coming too, right? 哦。I'll meet you at Redmain Castle. 好好好，一起去，一起去。The way ahead is pleasingly simple. 好，说好的哦，一起去哦。有了，下一波主线明确了，各位。我们要去红土盖利德击败碎星拉塔恩。不过在去盖利德之前，我可能要先升个级。而且我要先去野兽祭司那边，你知道吗？靠边。野兽祭司，一堆支线呢。贵奥尔龙墓，这只是怎样？这只是雕像还是真的？他就是野兽祭司是吗？看不到脸。交出死根，交出死根能干嘛？先交出一根，
哇，送我东西，爪痕圣印记，野兽眼眸。野兽祭司在收集吞噬此物，催生出死蛋者的起源。就是骷髅头产生的原因嘛 ，OK。据说靠近死根时会产生颤动。给我一个没有用的眼睛，再给一根好了。兽食，看这是个祭司在这边等人喂他吃东西耶，做得好。这一次感觉是 BOSS 哎，你还可以来打。我先来试我的，拿小兵试一下碎石的祷告，借我试一下。啊，好近哦！哦，对啊，这小兵怎么血那么硬啊？正常吗？好可怕哦！来来来。哇、哦，他会一直站，那什么东西？他那什么黑科技啊？好帅哦，他那个好帅哦。但是他打死一只可以拿到1000魂，还不错。我先打打看这只王好了。对啊，他是有血量。哎、欸，挥空挥空！看不到你，看不到你！黑剑眷属哎，哇，还有斧头！我先看一下我在哪里，我觉得这边的怪好强，在最东方。哦哟！四连砍呢、欸？哇，斧头！还好啊，蛮容易闪的。哇哈哈，耕田哦。这小怪一只1000块，超适合刷钱。看看这样赚钱是多么的快乐啊，各位！刚那只打不赢，不会连这只也打不赢吧？啊！让我来试试、啊。感觉还没有魔法学院那只强。妈呀，那只是血很厚而已，麻烦。哎、欸，都不知道他火到底喷去哪，你知道吗？好吧，血太硬了，暂时打不赢，不打了。好硬哦！
失色锻造石九哎，九哎，九级的哎，各位，我们现在看到失色锻造石五级就可以高潮了，他给我一个九级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这地图是很后期的地方了。这是什么东西？怪怪的。哦，中毒！哈哈，地雷耶！哦，这个冒金眼的钱更多。失礼啦，纯爱钱 death 五千，我的妈呀！一只五千，一只小兵五千块。在这边刷到六十一等了，然后我来调配一下灵药。那我发现我一杯圣杯品，但是我都没有用过，可以就是有点像是，原本我们只有补血跟补 FP 的瓶子，但是这种灵药瓶可以一次有两个效果，就还不错了。虽然我现在只能喝一瓶，就我现在包包里只有一瓶。但是做了火，做了赐福点，他又会重置回来给你，还不错。我先调配成这两个好了，恢复 HP 跟减少受到损伤。就我真的快不行的时候，我就赶快切出这个灵药圣杯瓶。给你们看，这本来这个小兵打我大概多痛，大概七成血吧。然后我现在喝。再给他打一次，你看差那么多，你就知道，真的是大幅减少损伤，还不错。